计划成果展演，谢谢。原来这个是，这个是吼，阮南部的啦，这阮南部的，啊，大多吼，迄个布袋戏，小西洋阮东行，他们培训的是北部的，同款，拢同款。即马若无这个少年部的顶起来，真的文武场老师非常少，啊，所以咱给囡仔机会。我给他有机会哈，参加表演。当然啦，代代相传，你个看今仔日吼，咱秀琴咧管内现学习，我都给我的囝，吼，我的囝做一针。过来，嘛是我的客囝小杰，小杰好。阮台北囡仔，台北囡仔会甘去食苦，实在是无简单啦吼。阮小杰家己也起来做文章。啊，所以说吼、哦，培训计划非常的重要。咱指导单位是咱文化部，主办单位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，咱协办单位是咱台湾戏曲音乐协会演出秀琴歌剧团。谢谢你们。好，非常感谢。今天足侪贵宾的吼，啊来参加咱这个演出，甲咱观摩，甲咱关心，感谢你，国俊老师，老师谢谢你。啊，我啊，搁有足侪足侪中官啦吼，那秀琴嘛，目睭歹，一对歹去啊，所以我无看到，介绍无到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阮的艺术总监、编剧。王友辉王教授，阮艺术顾问林茂贤林教授，导演刘光同刘大师，谢音乐设计苏慧佳苏老师，舞蹈设计黄晴雨黄老师，灯光音响飞扬七叶社，感谢谢谢。咱的舞台诶，舞间哦，孙淼。Joyce， 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无代志，何解种外国名我袂晓讲 ？Joyce， 哦，咱柯明峰柯老师，谢谢，谢谢。这嘛拢足资深的啦，足资深。阮这批囡仔拢是柯老爷教出来哦。哦，柯老爷足无用嘞，伫下头伫村尾遐吼，安尼指导，还佫走来遮，阮关心一下吼、哦。谢谢柯老爷吼、哦，感谢。也佫有，咱这个培训计划吼，有咱去接少年辈吼，咱的领导就是咱丹文良。哎，龙弟啊，你在哪里啊？谢谢你，龙弟。哇，龙弟啊，辛苦你了呢。看看这批囡仔有够牛，足优秀。咱南部有希望啊吼！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。过来，咱秀琴歌剧团吼，国立的一月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大稻埕是传承版的哦。我有讲过，我演一工尔哦，但是拜六礼拜，恁同款的买票来咱看啦。即摆还佫剩一支支啊吼，拜托一下，佫催一下，三工拢开红盘啦吼。啊，佫有国立的五月二十二号在大表演厅演出我们的《安平追想曲》。还一出戏，现代剧，啊，搁会参迄个歌仔戏，所以呢，就是阮王友辉王教授，阮老师吼编导的一出戏，足好看，搁有落地扫。我会记哩，2012伫咱国家戏剧院演三场，到即马2018六年啊嘛吼，所以搁倒转来台北演。希望咱只亲爱观众朋友爱好咱传统戏剧的人吼，赶紧的上网多多去关心歌戏。多多去阮买票，阮捧场，恁讲好不好？谢谢。咱再一次掌声吼，给咱陈文龙吼、龙弟，啊，给咱这新生代这文武场的赔偿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赞！咱今日舞场领导是咱南霸天陈帅哥陈三南，好，来文茶
场领导潘秀团潘老师，谢谢。咱垃圾不落地哈，麻烦这个随时做环保。咱农历的哈，十一月初初二、初三得要到哦，剩差不多四天了，五天了到。咱外台的演出哈，在咱泸州红岸宫北诶永安北路一段66巷2号，做暗时尔，希望咱亲爱观众朋友小张来去看外台的演出，外台跟咱这个。公演的是无同款的趣味啦吼，啊！恭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发财，谢谢。